款可爱风格的 The Vamp， 玩家要扮演小吸血鬼的保姆，协助他不断地往前奔跑，躲避后头人群的追杀。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生物和陷阱，都要靠我们来帮助他排除障碍。像是只要将红色小猪踢到吸血鬼附近，就能够帮他恢复血量。遇到小河的话，就要砍倒大树，制造桥梁来让他通过。奔跑过程中要不断的上下左右滑动和点击触控，挑战玩家们的手速和反应哦。